可能變為可能。你的感受點啊？非常開心啊！希望套戲同埋自己嘅經歷可以鼓勵到更加多嘅市民，可以發奮圖強。亦都好多啲事，好多啲殘疾人士，多啲參加運動啊，多。其實我覺得自己有咁樣嘅成績係非常之努力去面對自己嘅困難啦。咁所以其實香港人根本上唔需要擔心困難，去做好自己咁就得噶啦。好，我哋有請蘇華偉先生可以咧就係接受呢一個嘅頒發嘅。請陳局長同埋羅生咧就係我同羅生可以一齊就係頒發呢一個 certificate。